哈喽，Hello, 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基，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你会不会每次跟人家开会都开到快要抓狂？跟别人讨论的时候总是鸡同鸭讲的呢？你需要的是一套有效的思考框架。 不管你是要冷静分析、自由发想，还是你要评估风险，只要你用对了思考框架，就可以瞬间找到新的方向。一旦学会了，你会发现，原来思考可以这么样的轻松又有趣。本集节目由 WorldUp 赞助播出。 以前我的阿妈在煎鱼的时候，会用半煎炸的方式，用大火煎到两面金黄酥脆，外酥内嫩。无论是炒菜或是熬汤，她都会加很多的调味料。 吃起来虽然是很好吃，可是长期的重油重咸的料理方式，也导致了他后来高血压跟中风等等的问题。那有一天，我看到了玉碧芳老师的书籍，他推广了健康料理三十几年，他还开了一间东亚小厨，是许多医生跟美食家的爱店。这个也让我很好奇，美味跟健康是可以并存的吗？ 现在，玉碧芳老师要推出一堂食疗酵母三十五道私房菜的线上课程。我实际去做了里面的雪菜豆包毛豆的这道菜，料理的手法是很简单的，新手都可以轻松学会。重点是它的油烟也很少，也减少了吸入有害物质的风险，真正的体会到美味跟健康原来是可以并存的。 而且啊，这不只是一堂料理课哦，这是一堂居家营养的通识课。前半段呢，会由营养师带你建立健康知识的概念；后半段会透过三十五道料理，让你在料理的过程当中去掌握这些营养的原理，还有美味跟健康的这些秘诀。透过低温料理，不必开大火，不怕吸入过多的油烟。 只要照着课程的教学来做，就可以轻松的做出色香味俱全、还很健康的全方位料理哦。课程的募资期间到十一月二十一号，结账的时候使用专属折扣码 WAKI 二零零，就可以折抵两百元。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前往节目资讯栏参考看看。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它的书名叫做《六顶思考帽》。 这本书的作者是被人家誉为“创意思考之父”的爱德华·迪波诺，他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思想家之一。他透过这本书提供我们一套很简单实用的思考工具，就叫做“六顶思考帽”，帮助我们去突破一些思考上面的瓶颈，在团队的沟通当中跟别人达成共识，更有效率的可以做出决策。那么，六顶思考帽可以让我们从很多个角度去看待问题，也可以提升讨论的效率。 这六顶帽子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白色帽子代表客观的事实，红色帽子代表情绪跟感觉，黑色的帽子代表要关注风险跟缺点。那么黄色的帽子则强调的是乐观跟价值。 绿色的帽子鼓励的是创意跟突破，那么蓝色的帽子就是负责统筹跟控制我们整体的思考方向。当我们轮流去使用这六个帽子来思考的时候，我们个人或是团队就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点去专注在某一个思维的方式，这样子可以避免思考过程当中出现混乱，也可以确保所有的观点都可以被充分的考虑到。 无论你是企业主管、团队领导者，或是任何想要提升思考能力的人，都可以学到更有效率的思考跟解决问题的方式。接下来，我就跟你分享六顶帽子的这个使用方式，以及每一顶帽子的一些使用范例。那首先，我先来谈一下。 这个六顶思考帽的分类跟它的用法，作者他建议我们可以把这六顶帽子分成三组来做记忆，这样子你会比较好记他们的关系。第一组你可以想的是白色跟红色的帽子代表的是客观跟情绪，那么第二组是黑色跟黄色的帽子代表的是风险和乐观，那么第三组是绿色跟蓝色的帽子。 代表的是创意跟控制。你只要这样子分组，就可以很容易记下每一顶帽子的意义。那么在实际的讨论当中，你可以根据情况去挑选出一顶合适的帽子。例如说，当有人提出了一个想法，大家觉得有点担忧的时候，你就可以戴上黑色的帽子，你就说：“让我们一起来评估一下风险吧。” 如果你觉得讨论的方向好像变得太负面了，你也可以戴上黄色的帽子来提醒大家。你就说，不然我们改用乐观一点的态度，去找出这个想法的优点吧。你只要可以这样子切换帽子，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那另外一种用法是，你可以按照顺序去轮流使用不同的帽子。 这个特别适合深入讨论，或是想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不一定每一次都要用完六顶帽子，你可以只选择其中的三四顶来用。重要的是什么？是打开大家的视野，在这个对谈的过程当中，先明确的定义你现在会想要用哪一个帽子，来确保在这个范围之内讨论这个主题，而不是随意的跳来跳去。就像是作者所说的，创意就包含了挑战、探索和冒险。 创意涉及到的是思想实验，你没有办法事先预测实验的结果，但是你希望能够进行这样子的思想实验。那么六顶思考帽就是让我们进行思想实验的一种思考方式。接下来我跟你一一的分享这六顶帽子的分别的含义还有范例。第一个叫做白色思考帽。 它代表的是客观的数据跟事实，你要聚焦在资讯的收集跟分析。当你戴上白色帽子的时候，你的目标是用中立的态度去整理现有的资讯，尽量不要带有任何的情感或偏见，以确保所有的事实都有被充分的考虑到。同时啊，白色的帽子也代表了找出一些资讯的缺口，思考一下有哪一些需要进一步收集的资料。 在职场会议当中，假设团队正在讨论一个新产品的市场潜力，你就戴上白色的帽子思考。会议的重点应该就会变成现在的市场数据是什么，像是营销的报告，像是消费者的调查结果等等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目前我们的资料显示，过去三个季度类似的产品销售额持续的增长。或者你就可以说：根据客户反馈的调查，百分之七十五的用户希望看到更低价的代替品。 这个描述呢，就提供了一些客观的资讯，让团队可以了解现况。那么，白色思考帽在职场当中非常的有用，它可以引导团队去专注在客观的事实，避免被个人的意见或情绪干扰。透过白色的帽子思考，团队可以更清楚地掌握现有的状况，为后续的讨论奠定一个很可靠的基础，有助于我们做出更理性的决策。那么，再来要分享的是第二顶帽子，是红色的思考帽。 红色思考帽代表的是情感、直觉还有感受。当你表达自己对于某个想法的情绪反应的时候，你其实不太需要什么理性分析或者解释原因。红色思考帽就提供了一个让你可以发泄情绪的空间，让团队可以更能够理解彼此之间的感受，也能够让直觉的判断浮现出来。 在职场当中，假设你的团队正在讨论一项新的策略，那么当你戴上红色思考帽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直接表达你的感受。例如，你可以说：“我觉得这个方案有一点点冒险，我的心里面有一些担心。”或者是你可以说：“根据我的直觉判断，我认为这个提案有很大的潜力。” 那么红帽思考呢，就允许你在短时间之内可以表达情感，让团队更清楚每个人内心的反应跟感受。红帽思考在团队讨论时候，有助于打破僵局，因为它会鼓励大家坦率的表达自己的情绪跟直觉。这种透明的情感交流可以降低彼此的摩擦，避免因为压抑情感而引发的其他误解。这样可以进一步的提升团队的沟通效率。 那此外啊，直觉往往会提供一些理性分析所忽略掉的东西，为团队的决策带来新的思路。那么第三顶帽子叫做黑色思考帽。黑色思考帽代表的是风险、缺点跟问题。当你戴上黑帽的时候，你的目标就是谨慎的评估提案里面的所有风险，提出质疑，找出可能的问题所在。黑帽思考，它强调的是。 保守跟务实，他会确保团队不要盲目的追求乐观的表现，而忽视了潜在的风险。例如说啊，在公司的会议里面，正在讨论一个新的产品开发计划，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鼓励大家可以戴上黑帽思考，就是说这个产品的开发时间看起来好像太过乐观了，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最终上市的时间，或者是呢，你可以讲。 这个方案可能会增加很多成本，我们需要仔细的评估这是否在预算范围之内。透过黑帽的思考，团队就可以仔细的分析风险，避免犯下过于乐观的错误。那么黑帽思考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强调的就是这种很谨慎的思考方式，帮我们辨识出潜在的问题，降低风险。 那虽然有时候这个黑帽思考看起来好像有点负面，但它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的决策可以更完善，确保我们在执行决策之前呢，所有的风险都已经被充分的考虑过了。那么再来第四顶帽子叫做黄色思考帽，黄色思考帽它象征的是乐观、积极，还有价值。 当你戴上黄色思考帽的时候，你的目标就是从正面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寻找可能的机会、优势还有好处。那么，黄帽思考会强调我们去探索事物的积极面，我们试着去寻找背后的潜在价值。像是在讨论某个新专案的时候，你就可以戴上黄色思考帽，说：如果我们成功的完成了这个专案，就会为公司打开一个全新的市场机会。 或者是呢？你可以很乐观的说，这个策略看起来风险虽然很高，但是如果可以执行到位的话，可能可以带来很高的效益。黄帽思考呢，就可以让大家看到计划当中可能带来的好处，去激发团队的动力跟创造力。黄帽思考在团队当中就有助于我们去培养积极的心态。当我们专注于去寻找计划的优势的时候，更能够激发团队的热情，也提高对于目标的信心。 同时，黄帽的思考也会让团队了解到，在困难的面前，也有一些潜在的机会，为计划的成功可以找出更多的可能性。那么，第五顶帽子叫做绿色思考帽。绿色思考帽代表的是创意、突破跟想象力。当你戴上绿帽子思考的时候，重点就是自由的发想，不要受传统的框架限制住，你要探索各种新颖的。 跟颠覆传统的想法，这是一种鼓励创新跟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式。像是在团队的脑力激荡会议当中，如果大家都已经陷入了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你就可以提醒大家：如果我们不是要成长两倍，而是要成长十倍的话，我们会改用什么行销方式呢？又或者，当某个讨论卡住的时候，你可以鼓励大家：如果换成我们的竞争对手来帮我们做决定，他们会怎么想？ 绿帽子思考就提供了创新的空间，让团队可以跳脱常规，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所以，绿色思考帽它的价值就在于它会激发创造力。 鼓励团队思考出更多元的可能性。它提供了一个完全天马行空、自由发想的环境，让大家可以突破现有的框架，产生新的点子。这个在解决复杂问题或者是制定新策略的时候是特别有用的，因为它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选择还有机会。那么最后第六顶帽子叫做蓝色思考帽。蓝色思考帽代表的是组织统筹还有控制。 戴上蓝帽子的时候啊，你要思考的是指挥者，你要当一个指挥者来引导讨论的流程，来设定讨论的方向，并且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总结。蓝帽思考就是用来确保讨论的秩序，避免我们的思考发散。像是在会议的一开始，你可以戴上蓝帽子，你可以说：“今天我们就先从数据开始，收集现有的资讯。” 然后呢，再轮流进行创意的发想跟风险的评估，或者是在一个会议结尾的时候，你可以做总结。你说刚刚讨论过了很多种观点，我们现在就来整理一下我们的共识，确保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什么。蓝帽思考可以帮助团队去保持专注，确保讨论可以按照既定的方向前进。蓝帽思考在团队当中的讨论，就是有一种统筹全局的作用。 把看似一团混乱的讨论整理出一个模样，这个就是蓝帽思考者的任务。他可以设置讨论的流程，帮每顶帽子的使用做好规划，并且在最后引导大家做出总结。蓝帽的存在是确保讨论不要失控，让我们所有的想法都可以被纳入决策的考量当中，帮团队达成更有效率的决策成果。最后呢，我总结一下。 我认为这本书它最大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学会怎么样有条理的去切换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跟讨论，如同作者在书里面写的这句话，他说：“真实人生跟学校算术是完全不同的，答案往往不只有一个，其中某一些会比较好，也许是成本比较低、品质比较好，或者是比较容易实施。”那么六顶思考帽。 就让我们可以更容易找出比较好的选项，跟其他在提倡思考或脑力激荡的书不太一样。我认为这本书它不只是简单的鼓励自由发想，或者是跳出框架而已，它是提供了一个有条有理的思考方式，让我们在特定的时间之内，从一个角度去出发，然后再轮流切换到其他的角度，确保每一个面向都有被充分的考虑到，这个就可以提高讨论的品质跟效率。 但是，老实说，这本书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缺点。作者他提倡大家用帽子的颜色来沟通，但是你想想看，这个在真实的职场上面不太可能发生。如果你叫别人戴绿帽思考，你可能会被狂翻白眼吧？或者是呢，你叫大家戴其他颜色的帽子，这个听起来好像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在上幼稚园呢、啊？好像听老师在叫我们戴帽子一样，听起来是怪怪的。所以呢？ 我在这次的说书里面，这些句子的举例当中，我都刻意的不讲到帽子的颜色，改用更符合真实职场的说话方式来举例。因此，我认为这本书最好的用法是什么？是你自己知道就好。就像是你知道现在是在进行哪一种帽子的讨论，你想要引导大家进行哪一种帽子的讨论，你知道背后的六种框架如何切换就可以了。 那至于你有没有讲出这个帽子的颜色，其实就没有这么重要。那么这本书还是提供了一个很棒的思考方法，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那么在接下来分享一下 Apple Podcast 的听众留言。首先第一位叫做 P G T U N M，他说：“感谢你成为我的信仰。”他说：“信仰不一定是宗教。” 只要能支持生活的各种方式形式，都可以是自己的信仰。很感谢瓦基，听你的 Podcast 已经成为我的信仰。谢谢。OK，感谢这位听众的留言，然后我有点受宠若惊了，就是关于信仰这件事情。那也可以理解这位听众他要表达的意思，也非常感谢你的肯定。 能够产生这样的影响，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荣幸，那也很开心，非常感谢你。那么再来的话是下一位听众，他的名字叫做阅读丽人，他说极有价值的频道介绍了很多好书，打开了我的视野，必须给予最高的评价，非常的推荐。好的，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还有鼓励，那也很开心，你的肯定。 那么再来的话是第三位听众，这个是一个一星留言，那我也来分享给大家。他的名字叫做五星大推啊，但是他的留言是写说广告很多，节目前的广告很干扰，然后节目尾巴的读者来函也很干扰。OK，那我来解读一下，就是我们怎么看这个留言哦？就是我自己在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其实。 没有很意外啦，但是呢，我觉得我会这样子看，就是像我在节目，呃，我自己对于广告这件事情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广告我自己本身是不喜欢的，就像我看部落格，我看 YouTube，我看我听 Spotify，我都不喜欢听广告，所以那些地方我都是用，例如说用高级会员或是白金会员，你就可以跳过广告。 那么像如果说皮克邦啊这种部落格之类的，然后会有一大堆广告占版面的这种地方，我就会很少去，就是不太喜欢看这样的东西。可是啊，老实说，Podcast 这样子的一个频道，或者说 Podcast 这个媒介，如果大家有在听其他频道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频道是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它不像是 YouTube 那样子，因为 YouTube 是有统一的一个。 大平台嘛，就是 YouTube、Google，它就是一个官方的大平台，它可以决定说，诶谁成为会员之后可以跳广告啊之类的，所以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分机制。但是 Podcast 基本上它没有，好 Podcast 没有，它就是你放了一个音档上去，那它就会在所有的这个 Podcast 平台上面播放出来。那如果说你要要绑会员啊，绑什么的，那你只能针对某一两个平台去绑。 好，例如说，可能大家现在有听到的，像 Apple Podcast，可能有这样的服务，或者是 Spotify，好像也渐渐推出这样的服务。那就是少数几个平台有这样子的服务，你可以用那些平台去绑。可是呢，那对于没有在使用这些平台的人，如果你是用别的 APP 在听 Podcast 的话，那你就享受不到这种什么有付费、没付费、有广告、没广告的服务。所以我目前观察起来，还是会认为这个有点像是 Podcast 它。 天生的吧，先天上面这个限制，或者说它的技术上来说，它目前就还是有这样的限制在。所以呢，基本上大家如果说也有听其他的 p o c k s t 你就会发现。 蛮多的都会在可能节目开头就先插一段广告，但是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就是在节目中间或是尾巴，或者说就是中间不知道哪里又突然插一个广告这样子，我是比较不喜欢这样的体验，就真的很中断。那所以说我自己是绝对不会在节目中间去插广告的。那我自己在规划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思考方式就是这样。就像过去我做了接近四百集了，现在这一集是三百九十九集。 那过去做的三百多集里面都有广告，那么那些广告我就会限制它出现的位置，就是在最前面的三十秒到九十秒的这个区段，就是在最前面，那让大家会听成一个习惯，就知道说，OK，我大概听到这个位置。 它就是广告。那我如果说想要跳掉，我就按下快转键，可能按个两三下就跳过广告了。那你如果要听，也可以顺顺的听下去。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像是习惯的问题啦，或者说这个收听模式的问题。那我就是坚持在这过去三百多集一样用这个方式持续有些呈现。那在未来的话，我也不太想要做出其他的修改，我就不会想要在什么节目中间啊，哪里啊，就是插广告。我认为那样子会很打扰收听体验，所以我自己选择的方式就是按。 按照目前在业界大家 p a d k c a s t 比较公认的，或者说比较常规的做法，就在最前面放广告这样子。OK，那还有一件事情很有趣的是，你会发现，虽然我们很讨厌广告，包含我自己也一样，我也不喜欢广告。虽然我们很讨厌，但是广告的产值是非常非常大的。什么意思呢？在整个资本系统的运作之下，广告它能够帮助很多的系统好好的运作，这个资本的这个流动。 会让很多的创作者得以生活，让很多的系统，让很多的公司得以透过这个方式进行更多资本之间的交换，所以它是一个有点像在资本社会，你不得不看到，或者说他一定会看到，它也是促进这整个资讯流动一个很底层的一个现象，所以你会发现广告无处不在。 广告无处不在，那这个东西它的产值大也好，它的影响大也好，它就是会一直在我们身边出现。所以我知道的是，诶，世界的运作底层逻辑大概是这样子。那哪一些地方我觉得比较合理，我觉得可以接受，或者说我觉得它可能可以养成一个模式，或者说让大家可以习惯这个模式，那就好了，大家彼此就可以相安无事。例如说，诶，你如果要听的话，你就可以顺顺听；如果你不习惯听，那你可以跳过。那就像 YouTube 也是一样啊，如果说开头它就是会插广告，中间插广告，你如 如果觉得很烦很烦的话，那你就付钱升级成白金会员嘛，那就永远看不到广告了，就是有这样的选择啦。好，所以说现在的服务大概是分成这几种不同的方式。那么以 Pocket 来说，就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它的这个模式大概是长这样子。好，那再来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评论，也是同样的一新评论里面讲的，就是最后节目尾巴的这个读者来函很干扰。哦，这个也非常的有趣，我记得。 好像也是在，我忘记是第几集的留言了，也是有一个一行留言，然后他说他不喜欢听那个读者的来函，就是不喜欢听我现在回答的这种回馈、哦、那我觉得就蛮可惜的、啊，就是你不要听，就按下一个节目跳过去就好了哦。就是好，大家应该知道我的意思。但是我我我要解说的就是说，其实呢，这个环节是我收到听众朋友们的回馈里面，就是有些朋友会写信给我、私讯给我。 大部分都是告诉我，这个是他们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说，因为前面的说书是比较知识型的内容嘛，但是在最后这边，大家会留一些留言啊、提问之类的，那我就会用比较软性的方式，就是反正我这个我都是及时录的啦，就是我看到什么留言，然后当下我就录什么样的回应给大家。那么大家反而是蛮喜欢这种，就是。 真实的或者说及时的这样的一个回馈，那有些朋友就很喜欢在里面留言留问题，我就看到了好几个名字是重复出现的，他每次留言就会刷新，就会变到最新的。所以说，你如果有说有新的问题，有新的要讨论的，你都可以留言，他都会刷到最前面。那我有回答过好几个重复的听众朋友们的问题，所以也代表，诶这个环节其实是非常多人喜欢的。 那我们大概自己知道这件事情就好了。那很多听众朋友们也是会可能会期待最后面这个环节，我有什么样的回答，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不同样的意见的交流。好，所以说这个部分我觉得它是一个，其实已经变成一个节目的基础，或者说节目的那个基本的特色了吧。就是如果抽掉这个环节，那就只是一个普通的说书就而已啊。那我就直接用 AI 说一说就好了。我干嘛后面还要回答呢？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会思考这件事情，就是。 后面这个环节，它是比较属于我跟听众朋友们之间，就是真人的这样的留言的回馈的交流、提问，然后我回答。那有时候我在回答之前，我也会去找一些资料，或者说，哎，找一些参考的书目来跟大家做更详细的回答。那我也希望说，这样子能够让提问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得到更有帮助的回馈。这样好，所以说，呃，关于这个一星留言，我的解读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这样看过去就好了。 那也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愿意留下你的意见，然后让大家了解到，诶也有这样的想法存在，非常感谢你。OK，节目到这边就进到了尾声。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每周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还有好书金句。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